Lui. E cioè?现在只有16度啊，上得去吗？真是狼狈。 你不推行李啊？推，2216。坐我后面。2216。哎，215是最方便那一间吗？小何看一下。另外一排啊，有人小心哦。 我们有住过这一间吗？是啊。我们是住那一间吧。2172。来。他只是跟我们上次去的有点点像呢。我想是那里，因为我的玩偶的桌是真的。谁要介绍了？还有三个小长的。哎，三个嘞！哇。哇。 所以我要自己睡一个啦，你们俩再睡一个，妈妈自己睡一个。不要，我会妈妈睡你跟妈妈睡。哦，不要跟爸爸睡。可是他现在怎么分啊？来，这是床铺一样，来，妹妹拿去介绍。床铺一样。对。64趟。爸爸自己睡了，爸爸要开车比较辛苦，他要自己睡。哦，跟妹妹睡。妈妈睡中间。你要跟妹妹睡。然后你们。哎，我和姐姐睡一起。 我要去外面。这次我想自己的床。好，那你们各睡一个，会摔下来啊。好，OK，摔下来很好玩。<笑>而且很卷呢，这地毯，这地毯，这地毯。要摸地毯。也要是猕猴进来了。请问是谁要？哈哈哈哈哈！偷袭。 介绍啊，我先开电哦。姐姐，好，姐姐，跟你说，我先写哈，我写很快，没关系，我写很快。你写很久，我会没办法写功课哈。那我先写哈。好，今天要介绍什么？你怎么没有传话纸？ 首先只有两个床头壁灯，然后这次是四人床室，来。好，先介绍，先介绍。一个双人床，一个单人床。别弹我的床了，快点啦！还有。要看到姐姐。一个单人床。可以这样 ，OK， 换厕所部分。 这是的是化妆台、电视机，然后呢？地毯，门，碗柜，这是泡茶区，这是厕所。我们要介绍这厕所是什么区？没马桶型A套马桶。 对，它是有吗？咱们跟小宝的别人讲，要小小一大妹妹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楼下，是自己，拜拜。他竟然还要你！哇，排队了。
面啊，很热，我们看。好，长的队伍。妹吃面看起来好吃。好不好？那等高丽菜你自己夹吧。晚上好吃吗？妹妹好吃吗？爸爸跟你们讲个故事。爸爸妈妈以前第一次来武林农场的时候呢，不用了。结果呢，因为年轻不懂事，他说五点半还是七点的，我们说七点就好，想说五点半太早了，就后来六点多肚子饿呢。就站在窗户外面这边坐着看人家吃晚餐，没有感觉啊？这叫什么？妈妈讲过。哦，讲过了，是好，以后每年来都会再听一次啊。我都来22岁了，我的经验那么丰富。太酸了。目前大胃王兔兔呢？大胃王兔兔续集。又来到武林农场，对，因为已经快吃不下了。我也快了。你要看我，对对对。我们看一下大胃王。肉肉。佩佩啊，佩佩啊。佩佩猪。这是局卫生纸。我没想到会输在最后这一碗汤里面。这是他吃剩最后吃不下给我的，我已经没有要吃了。大胃王，秃头不是罪，但是吃不光，叫什么？不是说起来要的钱。希望我的兔兔记得在订阅我们的，每天晚上都有兔兔哦。那我们下次兔，拜拜。那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小朋友，爸爸以前的坐的位置哈是在。外面窗户外面的那个椅子上，明天带你去看一次好不好？明天见。姐姐，你看紫檀花，姐姐。这是农场的农庄的。来这边聘小孩就好了。你看我的，我在等快，我在等快上床。快上床！哦，吃太饱了。下讲了，妹妹，你今天玩了一下，有什么感想心得啦？心得感想。哪里最好玩、最有趣？来以后发现什么东西？对。心得感想，写满写好300次。没有，我只有20字而已。妈妈。那心得感想吗？会了，就说好不好玩啊之类的，没有。我很冷。有没有其他感想？没有。啊要。哎选。妈咪怎么了？还冷呢，这边没有那个空暖气，对不对？你只能靠着，只能靠着那个什么，那什么电？床垫。靠着那个电毯取暖的，我们以后还是住富野好不好？要什么？我比较喜欢要住这个暖暖的。好，是妹妹说要住宾馆比较漂亮。好，妹妹这个暖暖的地方。妹妹喜欢住宾馆，你喜欢住宾馆还是住富野？我喜欢宾馆。好，宾馆是宾馆才会有冰的感觉。